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蜡像师。好，这次来玩淋浴的皮肤。对，这是谁呢？他是 BGM 的破坏者。对，就是到目前为止哦，已经多久了？好久了，好几个版本了吧？更新好几次了吧？总是没有把这个 BGM 改掉。我不知道到底这个有什么困难的，我不知道这到底难度在哪里耶。官方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吗？没有人跟他讲吗？就是 BGM。欸，各位如果知道的话，去提示一下官方说这个东西 BGM 会不会突然间终止这个问题，可以请官方改一下吧。这真的太扯了，已经好几个版本了吧，到目前都还没有改的意思欸。所以真的是 I don't know， 我觉得有点扯。好，我现在看一下有没有修复。之前玩的版本还是好像修复了欸。是修复了吧？好，我们再试试看看这一整局会不会被中断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我们继续来找人。好，敌方阵容：前锋调香师、囚徒心理学家、医生、囚徒调香师、魔术师两个囚徒。好，先擦个眼睛。哦，这边有人。这是小天使医生。好，小心哦，我来喽！喷喷喷喷喷。欸，这很难压欸，这个好压到压到压到，可以了，变成冰冻天使。欸，其实不是冰冻，是蜡像天使。对，好 OK， 还在治疗啊，还在治疗，直接打到欸，为什么？他太惬意了吧。好，丢一下好了。中了吗？中了。好，那就继续来喷喷喷喷喷喷 ,49。好，应该可以让他再变成一次蜡像天使吧。73 93，可以了，蜡像天使 ，good， 好，倒地了，囚徒也倒地了。哇，这个红蝶其实很强欸，我的搭档红蝶，我看到前锋想要来撞了，好，假装一下，哦，跑到这里了，这一定要弄死你的啊，前锋。蜡像前锋，好，走远走远，拜拜，不要再回来了，拜托，不要再回来了，我要抓他了。欸，想干嘛？想自愈啊？好，这我会专心对付前锋了，反正他绝对不会。哦，跑掉了。哦，没有，反正不会自愈的，除非被摸回来。蜡像前锋第二次，好，回去要找医生了吗？可以了吧？还来？你还想来？那我只好让你倒咯。好，没打到，可恶！我只好让你倒了。跑掉了，跑掉了，100，拜拜！耶！好，医生被红蝶抓走了。也太棒了吧！好，不错，我们红蝶放上医生了，放椅子了。那前锋也被抓了，不错。好，现在那边好像有人欸，有两个人，一个在逃跑，一个倒地了。哦，我来了，嘿嘿，欸，这一打到也好强哦。红蝶就直接给他玩就好了，我们就直接这边捡尸体就好了。我们这边捡尸，变成捡尸员就好了，其他什么都不用管了。好，红蝶确实是很厉害，而且我钱也就越来越多了。欸，其实存钱很快欸，怎么可以这么快啊？12000了欸。我记得玩什么角色存钱很慢，邦邦还是小丑，好像存钱都还蛮慢的。但蜡像师存钱真的好快哦，天哪，一下就12000了欸，一下可以买3个元 buff 的道具欸。好，这谁？哦，心理学家丢得好，速冻瓶，再补再补再补，我再补一下。哦，这下丢得太好了。好，前锋走掉了，但红蝶过去了，红蝶补得好，以至于前锋没办法救掉医生，医生就飞掉。好，前锋倒地吧。好，我不得不说这局应该是赢定了啦。
对，节奏太快了，赢定了，甚至都来不及破译，是不是？你看他们破译还有三台，好停，神奇的魔法。哎，等一下，右耳鸣。我问掉以轻心，想说先买个东西，然后再守前锋。很有可能因为这样子，然后就让前锋被救走。哎，好像还没有哎，附近都没有人。好，买一买好了啦。OK， 神。好，调香师不知道会被救，我来守在调香师好了。哎，这边又倒一个魔术师。天哪，我真是捡尸员呢、欸！这一局好没有成就感哦，这局玩的超没成就感的。天哪，我还需要打什么吗？我不需要，我就是顾尸体，然后顾椅子就好了，然后就捡尸体，就这样。这是我今天的日常工作，好不好？今天的这一局就是这样子了，不会有新的。哎、欸，这谁？囚徒哎，好吧，给点贡献好不好？囚徒，哎、欸，我喷这个蜡没办法拉上来，为什么？我的蜡，我已经把滑鼠往上移了，拉不上来，这蜡怎么回事？可以告诉我吗？哎、欸，你看，哦，好，可以了，打到一下了。好，他要救掉谁？心理学家。哦，没打到。好，要追谁？心理学家。哦，顾此失彼，顾此失彼就是这个意思吧？好，囚徒你死定喽！拜拜，哎，没回到，拜拜。还喷香水。好，心理学家感觉好像跑去哪了，不知道。好，目前破译机上最后一台了，他们还是有机会破译掉的。哦，看到足迹啊！好，继续来找人。这谁啊？绕了一圈，跑上去了。是魔术师吗？哦，走这里。哦，用了魔术棒。哦，在这里耶。嘿，好 ，OK。只剩下谁？心理学家吗？是耶，都在椅子上了。好恐怖哦！但是好像要过去了，是不是？红点回放吗？这谁？往这边跑，是不是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来帮个忙。哎、欸，又倒了！我根本不需要帮忙啊，帮忙捡人上椅子，应该就这个意思吧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他的请求协助椅子就是这样，帮我捡人，对，这个意思。又有人倒咯，来捡这样子。好，哎、欸，心理学家上心理学家了，地窖应该要开了。好，地窖开了，在哪里啊？在这里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给点贡献，我喷喷喷喷喷喷死你！火辣辣的辣，辣辣辣，非常辣，很烫哦！哎，闪现过去没打到，没关系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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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剪尾刀。这局太轻松了，对，这局是太轻松，红点太强了。但是让人欣慰的是，分数没有差多少。